哎呀，晚上了，现在10点多了吧，基本上马路上已经没有人了，行人几乎上非常少，非常少啊，安静多了，没有那么多人了。然后呢，今天去父母家里边看了看，那显示器，万幸显示器没事儿，就是他把那个线头给断了。他那个信号线的线头给断了，正好家里边有一根旧的备用的，插上去解决了。万幸那个头没有断到那个口里边，那真要断到那口里边的话，真就没法了。用这广角镜头的话，你发现这个灯，这个反光跟那个星光似的呀。哎呀，今天的话，下班快下班，给他做了个系统。最后呢，反正是一个财务软件，有一个 SQL 的那个服务，那个 SQL 那个一个软件，就是数据库软件吧。我也不会装那个东西，哎。看着就头疼，其实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，其实就是会的话，其实那东西其实很简单，但是我确实不会呀，看着就头疼。这儿的光线还好点儿，基本上，哎呀，四处都挺安静，到时候只能听到蛐蛐的叫声。哎呀，回家又晚了。给了30块钱打的费，算是，哎，算是一笔小的收入吧。哎，回家估计媳妇儿又得说我了，回来这么晚。哎，我也不想回来这么晚呀。这个反光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就是那个广角镜头的反光太厉害了，你发现没？如果加一个那个，那个偏光镜，过滤一下这光线可能更好。哎呀，我穿上这个绒衣了，里边穿上这个，秋衣了。昨天我操，穿了一个短袖，穿褂子把我冻毁了。哎，今天反正。天好像还暖和点了，没风了。今天，昨天晚上风大了不行，今天的刮风刮的小了多了。说是10月25号 GoPro 8上市，到时候看看再说吧。哎呀，明天又到了30多个显示器，还得去网吧给人家装，估计又得。应该会速快点吧，可能，估计又得折腾，差不多得一天，啊，这胳膊都酸了，发现这玩意儿拍自拍的话，拍微 logo 了，自己练练臂力倒是能练练臂力，我现在就是3个手指头抓着手机，然后这手伸着。开嘞！哎呀，这胳膊酸了，有点。昨天的话，拍这玩意儿太麻烦，还得用个外置麦克风，内置手机内置麦克风不粘钱，拍出来音儿太小。弄了个。还是用外置吧，麻烦点吧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外置镜头还带了个大盒，不好带。我发现我得买个那个书包，背着东西便携。背着的话，那东西就好拿了就。
总之呢，今天一天，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，那个有个联想的笔记本用无线网卡上不了网，然后重做了系统，也不算重做吧，因为它这个出厂的时候有备份，恢复了一下出厂值算是，但是还是上不了网，它只是显示一个以太网本地连接吧，还有一个是不是蓝牙设备，但是没整好。我说给同事打个电话，同事说拿那个地下室看看吧。哎，放地下室，然后我去做别的售后了，然后等公交的时候，公司打电话来跟我说，笔记本没事儿。然后到公司试了试，确实，到人家楼下那看了一眼，确实连着 WiFi 嘞，能上。后来呢，我说奇了怪了，然后我拿回公司的话，试试吧，一开机，哎，还是连不上，奇了怪了，我就。哎呀，晚上的光线确实不怎么好。这个小路上的话，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灯。哎呦喂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！我那显卡矿机都已经停了一个多月了，都，我就想法赶快搬走，让它跑起来。光放着都放坏了，我感觉都。哎呀！今天一天呢？哎呦喂，去！怎么说呢？上午就是有点事儿，去父母家里边耽误了点时间，到公司晚了。然后呢，在公司有一个同事请了好几天假也没来，无奈呀，只有好姐一个人，光借别人电动车确实不太好。我琢磨着不行，啥时候自己买个电动车算了，光借别人的，有时候跑远了，回来没电了，人家回不了家了，这事儿弄得多不好。关键我这毛病啊，骑电动车光好睡着，哎呀，太危险了。这个事坐电动车出事出了不是一回两回了。撞过好几回了，都又是撞车又是撞人嘞。哎呀，但是平常的话你去做售后的话，给人家送个啥东西不能都坐公交吧，坐公交有时候他那个站牌那一站也不到那儿，下了站他说你手里边要提着东西还得走大老远。哎呀，这儿的光线好多了。哎呀，这谁把垃圾扔这地上了？哎呦喂，生活垃圾随地乱扔，正好扔在地上。哎呀，感叹词太多了，怎么光哎呦我呵呵，确实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每天就做个记录吧，就算是生活记录吧。
打印机那个问题怎么说呢，之前都是从别人家拿来那个便宜的那个墨盒，总是出问题，打着打着换了三个那个同一牌子的墨盒了。那个墨盒的话，打着打着的话，打用不了几次，那墨就用完了。有一次的话，提示那个墨盒，请更换墨盒，找着墨盒。后来人家到店里边，到人那个店里边卖墨盒那店里边，人家说给清了一下零，好了。然后的话，今天去这回。那个打印的话是颜色浅，两边也有点颜色，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浅，然后中间基本上就是白的，不显东西。拿到那个卖打印机那儿了，人家说就说可能就是人墨盒质量不行，你换个好点墨盒吧，我给便宜点。后来给老板打电话，老板说，老板然后直接给他说了，你就放到那儿。哎呀，这个打印机把我虐待毁了。今天的话，一个同事休息，然后豪姐的电动车也没电了，我只能坐公交过去。哎，这公交站牌是前马路中间有一个栅栏，我靠，过不去，哇，晕妈了，搬着打印机走了大老远，绕过栅栏，过了十字路口，多走了得有100米差不多的。要不是这个栅栏啊，要不说这个坐公交啊不太好，要是骑着电动车的话，放电动车啊就省不少事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，俺这个小区叫东方明珠，其实名字跟上海的名儿东方明珠的名儿一样。最早的话，公交站牌是东方明珠，后边现在改成乡镇公园了。我估摸着肯定是人家这个开发商他妈给公交公司钱了，是吧？把这个名儿给改了。乡镇公园这个名儿听着，不好听，感觉念起来挺绕口。哎呀，就这吧，太晚了，回家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我想说说这个 SSR。最早的话，俺一个朋友他自己建了 SSR， 然后说让我自己学学吧。然后我到网上查了一些视频，然后倒是简单了，傻瓜似的，倒是整成了。花钱去那个斑马宫买了这个 VPS， 倒是整成了。但是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是整成了，啊，速度也挺快，但是用了没多久，号就 IP 就给封了。后边呢，他有一次免费跟那个改 IP 的机会，然后改了一下 IP， 又用了一段时间，又连不上了。后边花钱改了一下，用了没多长时间，又不行了，又连不上，又被屏蔽墙了。然后的话，网上说改用那个 V2Ray 那个另一种加密格式，是我搜了搜教程，也整成了，但是用了没多长时间 IP 又不粘了，又连不上了，我都痛苦死了。所以说建议的话，还是不要自己在这瞎琢磨了，租个 VPS 也不少钱，太费钱。现在用的是摘星的这个 SSR， 它有好几十条线路吧，有日本、
台湾、香港、美国，反正等等吧，大概得有好几十条线路。哪条线路连不上了，换条线路。反正总体来说速度也挺快，在油头包上面看 4K 视频也挺流畅。我有一个感觉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在 YouTube 上面看 4K 倒是挺流畅，为啥切换到 8K 的时候，这个画面就一直转圈缓冲，但是看底下那个加载也没有，已经加载完了都，而 CPU 使用率有点高，可能是带不起来，可能是机子配置太有点差劲，说不好。之前有一段卡，然后把显卡驱动换了一下，倒是解决了，不怎么卡了。但是看 8K 的话就是卡，可能就是机器不行，电脑配置太低了吧。哎呀，马上到家了，就这吧。走人。